正所谓体育不分家，当今世界体坛和娱乐圈一样，成名之后伴随着而来的诱惑也越来越多，有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背叛了妻子和家庭。今天小编就来细数体坛五大色棍。 NO5 高峰，足球浪子高峰，我国足球历史上最优秀的前锋之一，速度奇快，号称快马，性情放纵，吸毒酗酒样样都会，最终泯然世人。他和歌坛天后那英曾有一段豪情，两人于1995年相识，长距离跑十年。2004年那英诞下一子，谁知半年后两人便劳燕分飞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十年姻缘却没有领证，两人不是合法夫妻，那英只是一个情妇。